过关飞利有5号嘅阳光啦，7号嘅企业精神同埋11号嘅零用钱嘅。咁啊，临场方面咧，大热门咧就系有5号嘅阳光宝3.8倍嘅，次热门咧就系1号嘅骏欢腾啦4.9倍，仲有7号嘅企业精神6.6倍嘅。落飞方面，1号、2号同埋8号都有。一起步嗰阵，哎呀，飞望即系蹬一蹬就喺咗尾嘅，摆前面方头，见到喜连战略方头，大恶兰仲有纸醉金迷啊，然之后跟住就系爆炸拍住一齐，仲有阳光，再啲一齐，仲有就系活力宝提，后面仲有骏欢腾，然之后就系企业精神，外边就系零用钱啊，飞望即系跟翻嚟中间嘅位置，再有啲跟住就系火焰之星，然之后就系步步稳，拍住中间仲有心中有你，尾位置勇将军喺晒尾，胜利飞区，距离头马让摸系9个马位左右嘅，好啦，转紧银禧湾。前面放头记得纸醉金迷放出头个零马位之先，领先喜连战略守住个第二嘅，阳光上翻嚟第三啊，守住个第四嗰只系活力宝提，然之后就系骏欢腾，外边就系爆炸，个零马位之后跟住零用钱入边飞马王子啊，守住中间仲有企业精神啊，再个零马位之后跟住先见到心中有你，外边火焰之星，入边就系步步稳，尾位置仲系勇将军喺晒尾，胜利飞区啊，距离头马依然有成9个马位嘅，差唔多转弯要入正直路，前面放头依然系纸醉金迷，放出头入边上嚟见到就系阳光啊，但系张中意见到仲有喜连战略啊，张上嚟见到仲有活力宝提，而家上嚟见到仲有骏欢腾，外面仲有零用钱大恶兰，而家上嚟见到仲有企业精神啊，嗰啲马前面领先依然仲系纸醉金迷，阳光追嚟追追唔到，系咪揽咗上嚟见到仲有零用钱，中间仲有骏欢腾啲马，纸醉金迷依然领先。零用前逐步攬咗上嚟嘅，零用前跑第一，紫醉金迷跑第二，跑第三名骏欢腾跑第四名企业精神，零用前唞过一唞，又赢一场，越骑越有啊呢只马，紫醉金迷以为可以放到啦，用阿黄志伟最尾几步始终顶唔住只零用前，零用前跑第一，紫醉金迷第二，骏欢腾第三，企业精神跑过第四噶，啊好嘢啊，咁多飞啊，有人有信心噶。睇佢嗰集都真系哇，唉，唔系几欣赏噶嘛。唉，总之就系让榜再系爆冷就爆冷咯，只最金迷39倍最后都啱翻个第二啊又。最准就原来系骏欢腾，系啦，洗匀佢，原来最准嗰只都系骏欢腾。11217啊，零用钱啊，真系临场咯，哇！咦，点解开飞咁热嘅呢只马？真犀利。系咯。咁犀利，喺个直路中间大概200都只，哎呀！起步，零用钱都压翻个位啦，跟住好啦。起步嗰只飞马王子入一集又搞一轮，见到又窒咗，咁啊当好又守翻上嚟啊！咁啊预咗佢放噶啦，咁就嗰只就吓，飞马噶啦，直接咁嚟。跟住喜连战略，跟住佢。阿阳光走到咁鬼靓位啊！冇得讲。外边系活力宝提，成日都话有啲口嗰啲啊嘛。钱得滞咯，难留啊！而家一买到成日都有啲口，你睇下嘛。系，好难留啊！不嬲都系难留噶啦，啫嘛。上次最稳定啊，反而系骏欢腾嗰啲啊。咁上次捉咗佢尾咩？紧勒咯。当好咪又会走前。啊。都两头摆啊！上次紧勒留都一样，两头摆。你睇只零用钱啊！順住咁上嚟咯，望空噶，一路啊，三碟噶啦，佢唔系二碟，一路望空噶，唔到，啊真系犀利，新企業精神啊，拍住佢嚟衝喺度都，都俾佢揈甩噶啦，啊，就系咁啫喎，大家都冇乜话认真改变啊，跟住。即系自己投注嘅时候，自己小心啦。我睇翻呢个三级赛，赛又更加开心啦。嚟到呢度整埋个杯，高亚志啊，今季啊，赛又都醒咗唔少好嘢俾佢。